了，一太我就赶紧来试试。我去，怎么开局又招鬼了？是一太我太有魅力了吗？真是的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，还想被直接打断？老实裁判，怎么？别以为看上员被削弱了就好欺负了呢。偷偷告诉你哦，是看上员自己要求削弱的呢。因为不削弱的话，怕你会哭唧唧的呢。嘿嘿，接着吃到加速，直接转点，小样的，看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优哥可算追上来了，看我螺旋走位，嘿嘿，前面有个板区，赶紧，等，哎，倒着被救吧。队友们把我救下来了，臭红蝶还想抓我？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吗？以他不发威，那我拿 Hello Kitty 直播，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Hello Kitty， 不，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半血三代有多么恐怖！别给 F 行啥呢，赶紧整起来呀！喂，你在耍帅，快来参团，别再沉迷打怪。被我盯上之后，你到底想去哪？看我身手矫健的绕过防御塔，即使偶尔会和诸葛亮谈个论斤，也会不由自主学李白当个愤青。就算孙尚香的歌技能够让我动心，也阻止不了盖瑞全场才是我的重心。先尝我一剑！我晕了，整了半天只开了一台电机，难道没人在修机吗？算了算了，先去破一会儿吧。黑妹刚刚被救下来，就又被绑了，看来救人的事情还得三姨太我亲自来。先简单晃一下，争取骗一刀，不给刀这是想打震慑呀。摸人骗刀这才对嘛，直接把人救下来，快走吧妹子，红蝶头上还有咒像，应该能逃掉的。不过一太我还是不放心呀，先跟上绝飞妹子逃生保驾护航吧。黑妹成功翻成绝灭了，嘿嘿，这下飞不过去了吧，也灵了。医生妹子又被绑了，这次小红蝶学聪明了，怎么晃怎么骗她就是不出刀呀。哎呀，咋整啊这啊，咋整啊，好了，最后骗一次，嘿嘿，沉不住气了吗？直接救妹子下来，跟上去准备扛刀。小红蝶有能力打我，飞过去了，哇，大心脏，妹子没带大心脏，手里还有一个磁铁，先瞄准好，等绑气球直接丢过去替换磁铁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再一带我再斩了英雄呢。快走妹子，我帮你扛刀。没扛到，而且貌似是一刀斩呀。哎，你看我尽力了，先走了妹子，一路走好呀。大门已经开了，耐不住吃刀和护肘跑掉了，看我冲上去先后退躲一刀，直接往里，还是到了呀。